早晨啊，各位，今日是早餐一百日的第一百日，亦都是完结的一日。这份就是我今日的早餐啊，有些西兰花，几种色的西兰花，白色这个应该是椰菜花来的，不过当埋它西兰花啦。这个黄色和紫色都不知道它算是西兰花还是椰菜花，未吃过的，第一次吃的。昨天在街市见到20元一份，这里大概是半份左右，半份就是这么多，有些茄汁豆。今天就没有预备饮品和清水，因为我想吃完这个无花果，那我就不整饮品了。虽然早餐一百日今日是第一百日，但是之后我都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到分享我的早餐的，希望各位继续支持啦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记得订阅啦。多谢各位，我开始吃东西啦，祝各位 happy 每一日，拜拜。